以《仙剑奇侠传》这经典 IP 制作的全新卡片对战游戏《仙剑奇侠传九野》，采用了全新原创世界观，但在游戏中依旧能够召唤李逍遥、赵灵儿、林月如等经典角色，来一场暗潮汹涌的卡片对决。游戏玩法采暗牌的方式，双方玩家会事先在各自的六个方格上布下要召唤的角色或是法术，决定之后再一起摊牌，并依照方格顺序依序结算卡片效果。法术类的卡片会直接发动，而召唤出来的角色将会留在场上，等到下次摊牌时才会攻击前方的对手。若是前面无人可挡，将能够直接打中对方本体，扣除对应血量。只要想办法将对方本体血量归零，这局就算我方获胜。如此新颖的对战玩法，仙剑系列的粉丝们是不是很期待它的上市了呢？